Wi-Fi? Wi-Fi will be your last name and room number. Okay. So it'll prompt you for the Fairmont network, and then it'll log in. It'll say last name, room number. You just put that in. Okay. All set. Perfect. Yeah. 今天我们又是住到最后一间 corner， 最后一间呢，通常边间都有惊喜。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来，你进来吧。哇，它有一种香香的味道哎。有。哎，它水果花香。哇哦，哇，这个算是哇，这个 view 算是。对呀，两面的。两面的。哇哦，哎，外面在下雪耶。对呀，刚刚在 lounge 的时候。哇，我们这个 view 太好了，我们不需要好的 good view 的 restaurant 了，在房间里面这一边就是最好的 view 啦。我们来看一下，哇哦，这个有给我们什么惊喜呢？哇哦，这个算是一个小点。诶，这里是有翡翠湖的什么啊 ？Emerald Glow 是什么意思？是酒吗？那个是看起来像是葡萄酒的样子啊，鸡尾酒。嗯，鸡尾酒。嗯。啊，我们这个房间。哇，很精致哦！这个 view 真的是太棒了。对，这个 view 好棒。对，它可以看到两边。嗯。这是刚刚那个，哇，电视。而且又在高楼层，七楼。七楼哦。七楼是这里最高的吧？嗯。还有这一个，哇，太棒了。这边就可以随时掌握目前湖面的状况。这里就是最好的 view 了啦，我敢说。对。对，这里绝对是最好的 view。对。没错。除了八楼之外，八楼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可是八楼可能要走楼梯上去了，它电梯就只是到七楼啊。这边 有健身中心，那边就有热水池可以泡。看一下这边像这样子，备品也蛮大罐的、哦。备品很大罐哦。好，这个间房间是走精致风。从衣柜里面发现，他连鞋子也是男生女生一双大一双小，给我们准备好哎。哦，这双是大的，这双是小的。对啊，太可爱了。这个是有注意到细节啦。对啊。而且它这个材质还蛮特殊的哦。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它这个像是那种软木塞的材质哎，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环保啊。嗯，环保型的。可能也可以比较直滑哦，这边就是一些小点啊，面包。哦，你说的就很像那个展示柜一样哦。对啊。每个都是很精致的装盘。那这边还有很多糖果，各式糖果。很像那种。人造的模型，那这个好吃哎 ，Double Chocolate。对，我就是说那个手工饼干，手工饼干看起来好吃，太棒了，那看起来也不错，那都手工饼干，白巧克力，
还有新那个夏威夷果仁的、啊，太好了！还不赶快吃起来，现在外面下着雪了。这里是酒单啊，它这里有写，有啦有啦，它这里有写单价酒的价钱。因为它这边酒平常时段的时候是要自己去付费的，自己填单。对，但是它就是供应，在开放时间都有供应，但是就是你要自己去付费。但是 Happy Hour 的话就不太确定了。饮料贵。那这个。开放时间就可以享有的饮料柜、嗯、那另外一边是啤酒柜、欸、啤酒柜应该就要另外付费了吧，对啊，对不对，要看他酒单上面有没有写这个啤酒，因为热可可还有一些茶包，这个茶包还蛮特别的，这是辣的三个各式各样的啊，咖啡居然是已经泡好的哦，当然这边也有咖啡机啦，嗯，这边有咖啡机，选择蛮多样的，也有巧克力哎，也有热牛奶，是啤酒，那个啤酒都还蛮特殊的，这还可以打奶泡哎，饮料，那饮料也蛮特别的哦，软性饮料还有一些没看过的饮料，果汁 ，OK， 要吃什么？可以动了，啊，碧尔油啊，碧尔要十几块，啊，肉桂卷呢？我想吃这个。我们拿一种，然后大家分着吃。对对对，不要重复拿。嗯、坐这边吗？我要喝咖啡。这里都是有酒的，这个柜子的。嗯。这个柜子也都是有酒。你看那茶包都好漂亮。它茶包都好漂亮哎。对啊，它茶包都还蛮特殊的。嗯。喂。什么喂？现在五点到七点了，是 Happy Hour 的时间。那边有非常多的小点心可以去取用，除了下午茶的东西都在之外，还有一些热食可以提供。那我拿的这些是泰式的香肠，然后听说是蒜味的。那再来是这个，这个是我最有兴趣，看起来最想吃的。这个是有点那种柑橘调味的虾子，那这个就是一种希腊风味的派，转过来看一下，感觉里面有一些蔬菜，那再就是最常见的冷盘的火腿，我觉得最惊艳的是他们这里的茶包饮料吧台有非常非常多种，除了咖啡、巧克力之外，它还有很多的茶。那它的茶包
很特别的是，这一家几乎都是这一家的。然后呢，它背面有写说，他们这个茶包啊是专门为了 Fairmont 它特制调配的，而且非常多种，建议你们可以来试试看。请看它的茶包颜色非常漂亮哦。哪一个洋甘菊会做的这么缤纷的漂亮的色彩，而且又满满的柑橘，让它完全的释放出来，真的很好喝。暂停。这样子你有满意吗？满意啊，但是我要先吃过看好不好吃，真的好吃才是真的满意。但是视觉上是还蛮享受的啦，它的那些东西摆盘啊，跟菜色都感觉还不错。这边是比较特别，它的酒水是要另外额外再付费的，所以这跟一般的我们去的行政的贵宾厅都不太一样，因为在加拿大这边的酒水是要另外再付费的，不管是红白酒、烈酒跟啤酒，都是要它里面有一个价目表嘛，对你如果有使用的话，就额外再付费。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其实它一般的饮料就已经非常的足够了，它有各式各样没看过的软性饮料，对，全部从头喝到一遍，你大概就也没办法喝完了。那这个泰式香肠呢，真的是蛮有大蒜风味，可是它不只是大蒜，它还有其他的香料有腌制过。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口感呢，还是台湾的香肠比较好吃。这个就是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最想拿的，就是柑橘风味的虾子。刚刚马文吃了之后一直点头如捣蒜，所以呢，我也要来试试看。真的不错，我吃好清爽的感觉，而且也有那种柑橘的芳香在里头，真的很不错。我可以理解你刚刚为什么这样子，真的很好吃。再吃第二个。完食，可以了。嗨，大家好，现在的时间是已经晚上的7:40几了。那他们这边是差不多8:19才会天黑。现在都没游客嘞，好宁静的时刻哦。你们看一下，这里原本是一张椅子，结果雪积的这么高，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有靠背的。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出来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饭店的活动，叫做 Campfire， 所以我们要去那边凑个热闹，去取暖一下。走。提供一个 living room， 然后给这边在住宿的客
使用。来，我们进去吧。很舒适的大客厅哦。那这边的座位有非常多，那你想要坐哪个角度看哪边的 view 呢？都可以。那你看这边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在 main lobby 的楼上。那它光是它的 main lobby 的一开始进来的吊灯呢，就非常的具有特色，是来这边的旅客都一定会在这边驻足欣赏的地方。休息，或者是玩一些他可能有一些桌游的东西之外呢，这边有非常不错的泡茶区或者是咖啡区，可以让你好好的在这边慢慢的享用。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泡茶区呢？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茶包呢都做得非常有特色。这个茶包在我们的浪君那边也有，这里有一些早餐茶，然后又有分低咖啡因的，然后也有一些草本茶，也甚至还有印度的玛莎拉 tea， 非常多种各式各样可以选择，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这边好好的看一下。我有看这个茶包啊，在楼下的 shop， 大概一盒要卖18块加币，但是一盒有几包，我猜可能15包或20包左右而已吧。但是它的包装真的特别的别致，那里面的花草茶的用料也特别的，跟一般的是真的很不一样，一打开一喝就喝得出来。这边的设置就真的很像一般那种美式家庭的非常 cozy 的客厅的感觉。早餐时间大概是从早上6:30到10:30，那假日的话时间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看饭店为我们准备什么样的早餐吧。
这里我想应该是非常多人会热爱的 Omelet 的区域，就是现煎一些你喜欢的蛋料理，这个很不错，而且东西看起来很新鲜。那再来就是 这里的水就是一直都有的设备，那再来就是这边就是一般最常见的简单的西式的早餐，包括这边有一个那种燕麦粥。那再来看看这一个长岛桌里面有一些热食区，光是热食呢我们就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种，等一下我们再来把它打开来一一的细看。再过来再过来，有非常非常好吃的面包。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品尝过了，所以呢今天再来拍一次我们觉得最棒的给大家看。还有这边有一些那个吐司你可以自己烤，然后有非常多的果酱。那再来就是很五颜六色缤纷的水果，要补充什么维他命 C 啊，然后花青素啊，通通在这里。还有最棒最棒的加拿大的鲑鱼产品，熏鲑鱼，实在是太梦幻的早餐了，早餐就有熏鲑鱼，看多棒。没有介绍这个鸡蛋富翁，还有大家不是看到鸡蛋都异常的兴奋。对啊，鸡蛋富翁。这里是枫糖浆，所以我猜这个里面应该有松饼。对，没错，有 waffles， 还有一般的培根啊，然后香肠之类的。饮料区一如往常的丰盛，等一下呢，你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喝牛奶，或者是咖啡，或者是巧克力。甚至我发现这边还有棉花糖，外国人真的很喜欢巧克力上面加棉花糖，我们等一下也来试试看。哇，昨天讲完，今天的早餐多了新鲜果汁吧，太好了，而且是感觉是现榨的，你看，因为什么？为什么这边有一些泡泡，应该是现榨之后啊，就会有这一种泡泡呈现的纤维感。酒吧，我们去取餐，吃早餐。我们来开箱第一锅，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啊，好重的锅盖啊！就是。这很像是蛋料理哦。对呀、啊，它做的有点像松饼的样子，有点像是控，但是它里面就是说有培根跟 cheese， 感觉非常营养。这个应该就是 sausage。对 ，sausage 跟就比较一般美式的早餐、啊，不过它 sausage 看起来也是圆圆的。它的 sausage 看起来非常的多汁美味。嗯、还有这里是 waffle。哇，是格子状的耶！他们的连三角形的薯饼也感觉非常的厚实。这就是鸡肉，我们一般最常见看到的 sausage 的大小尺寸。还有这个是番茄。很像用橄榄油给它先炒过的拌炒的。May I have a omelette? Si, chica. What toppings do you like, Isabella? I like everything. Yeah, a little jalapeno is okay. Oh, okay, a little bit. Thank you. I don't put too much just for the flavor, not for the spiciness. Do you like avocado on the side? Oh, yeah. Yeah, excellent.What about for you, sir? 嗨，刚刚呢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墨西哥厨师帮我们两位料理了一些蛋料理，然后呢，他还特地帮我们加了他说来自他家乡的
洛梨，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品尝看看。那我今天第一轮我先拿一些东西，比如说我非常喜欢吃的熏鲑鱼，还有一些炒的小番茄，还有一个冷盘的，我觉得应该是牛肉吧。等一下我会对这盘非常的快速扫光。那马文呢是点了一个 sunny side up egg， 然后一样也是有洛梨在旁边做装饰。大家有看到那一片景致了吗？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过去的那一个冰河呢，它叫做维多利亚冰河，然后搭配着我们的路易斯湖，实在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冬季的雪景。现在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饭店的 Lake View 餐厅。那我们的迎宾饮料券在这边可以喝到什么样的饮料？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鸡尾酒可以喝，也有 sparkling wine 可以喝。你甚至在这边呢，你还可以点得到烈酒，各式的 whiskey、vodka、gin 都可以点得到。那甚至呢，没有酒精的饮料，你一样可以在这边慢慢的啜饮，欣赏着美景，搭配这个百万窗景，人家说的天下第一窗，实在是赞。来，现在展示如何穿这个 Escalade， 我们住的黄金楼层服务非常的好，它还有可以免费的提供 hiking gear。 那 hiking gear 呢，就是登山杖，还有这个冰爪，冰爪就是直接的套在鞋子上面，你就穿自己的鞋子，然后它的冰爪有分尺寸，就直接把它在你的鞋子外面套上去，这样子你在雪地上面呢，就会有很好的抓地力，安全性大大提升。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爬 Mirror Lake， 单程大概 1.8、1.9 公里。刚刚问柜台的服务生，他是说大概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决定去租借他的 hiking gear， 然后来去徒步的远足。好了。